前方、左边、右边，这么多不同的好朋友们，今天下午特别抽空来到我们 OGIO， 来到我们 OGR 的我们的快闪店，当然一定要看到。来，雨杰，我们就照顾一下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哈、哦，我们正前方包括了后方，不管是动态的哈、哦，我们平面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朋友们，今天都来到现场。不好意思，各位，我稍微给这个雨杰一个道具，抱歉，抱歉，哎，快快快快快，不好意思。来，雨杰今天来到现场，当然一定要对不对？先跟大家抢先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厉害的梦幻伙伴瓶 ，Hello Kitty 好可爱哦，出现在我们的魔王乳凝露上面。来，请看看右手边，请看右边，也麻烦雨杰慢慢的往中间看过去。现场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拍到的这个媒体朋友，稍微帮我挥个手，让雨杰看一下好吗？看看左手边，看看左手边。请问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还有哪里没有拍？正前方，好，正前方哦，来正前方，正前方是这个摄影机，好，可以多一些动态咯。请问还有哪里没有拍到画面的吗？在我们后方一点点，正中间的后方一些。哇，雨杰今天号召力非常非常的强哈。你跟我们的这七天董事，我们二位，哇，把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都吸引来了，真的是很开心看得到我们的一日店长。OK 了吗 ？OK 的话，我这边先把麦克风交给雨杰。嗨，雨杰，我帮你拿一下我们这个凝露，我先拿在手中。但是先请雨杰跟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各位朋友，还有各位记者媒体，大家好，我是王宇杰，下午好啊！嗨，哇，这么样大的场面，算是有一阵子不见了哈。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下午特别抽空的支持。哎呀，宇杰还是要先讲，好快，四年了，真的哦，四年了，而且过去的四年的时间，我每次就咚叮咚叮，我都一起跟着唱，对不对？很洗脑，很洗脑啊！就是家里头我也会唱，小孩也会啊。姐姐又来了，咚叮咚叮就跟着一起唱这样，但是转眼之间四年的时间，你看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直以来我们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都非常非常热销。哎，不能我介绍，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特别的款式。哇，这个今天真的太可爱了，因为其实我私下是 Hello Kitty 的也是爱好者，所以我看 OGIO 的瓶身上我这个 Hello Kitty 跟花朵的结合。觉得一看的心情就特别好吗？春天的感觉是，春天的感觉，这个我们梦幻伙伴，每个女孩，不要讲女孩，每个地球人心中都住着一个 Hello Kitty， 对不对？所以看到了就觉得心情超好，心情超好，而且想到每天早上跟晚上可以跟 Hello Kitty 一起做八秒的拉提保养，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八秒啦，这个是天天不能少的。哦，每天不能少，对，一天两次。好，等一下来问问看，到底什么是八秒的拉提？哎，问一下雨杰，这个今天我们虽然是正式的上市记者会，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厚望年路。四年哦。哎呦，是啊，对，打从第一天开始，你就跟着我们 OGIO 我们一起的成长，对不对？没错。所以虽然说我们是看到了新的瓶身，可爱的梦幻伙伴，可是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面，最有说服力。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这四年的时间？来，我们欢迎。怎么样？跟我们 OGIO 我们一起的成长，要不要分享一下心路历程？我必须说，就是四年前我还没用 OGIO 之前，其实我的肤况真的没有到很理想，所以我为了要保持其皮肤好，我用了各种各样、各种价钱的保养品。就是我没有做好，就是使用以前那种成分功课，所以我只要熬夜啊或加薪，我一定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肌肉暗沉，长大的痘痘，长粉刺，这很难。然后呢，但很幸运，就四年前呢，就是成为了就 OGIO 的品牌代言人。那时候呢，经过品牌的就细心介绍、专业的介绍，我才了解，你不要小看这一瓶，这一瓶呢、用的都是很珍贵的保养成分，所以呢，我就很放心把我的就是所有脸部保养的交给 OGIO。我听雨杰曾经跟我讲过说，我们用一个很厉害的技术是什么？因为像胶囊一样很封起来的。对，我必须说这一瓶到底有哪里厉害，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在使用保养品前要了解它厉害在哪里。对，首先呢，在我手上就是 OGIO 的明星商品，就是收到最多的消费者去喜爱。首先呢，它用的是最先进的胶囊化的技术。胶囊化技术是什么？把珍贵的，不好意思哦，把珍贵的玻尿酸、玻防骨、玻防骨，还有跟胶原蛋白包在一个
胶囊里面，然后呢，它一旦碰到皮肤呢，它会把这些美容成分呢，就是进入到你的最深层的角质层，而且就是把这些美容成分呢，有就是吸收最好的效果。关键呢，它不黏腻，对，这就很厉害。这个很重要，因为不黏腻，其实男生也会想擦，对不对？而且这一瓶呢，就是欧姐为了让它有很好的抗老的效果，它跟京都大学啊，跟大阪的设立大学就一起研究，里面放了日本专利的 Nanskin， 它是一个抗老成分。哇塞，这么厉害！厉害，对，还有跟老师锁水的神经酰胺啊，还有芦荟精华等等。总共有52种的美容精华成分在里面，就是说呢，你只要擦了之后，你的肌肤就会 Q 润，然后不干涩，主要有那种胶原感的那种清纯有弹性的肌肤。哇，你可以这个出口成章成效，我相信绝对是用了4年时间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成分，对不对？是不一样的，等于就是滚瓜烂熟。但是我在想，除了刚刚雨洁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厉害的部分，光讲一个最简单的，听说是零防腐剂。对不对？天然的，没有香精成分这些。欧姐非常坚持，他们所有系列的产品呢是没有合成香料、色素，还有跟矿物油，还有跟 paraben 防腐剂，他们都不会放。所以肌肤过敏的、就是你们担心这些就可以安心的使用。大家就安心的哈，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可以擦它之外，刚刚说什么？八秒，为什么会八秒？就是因为这是一瓶就可以搞定，就等于洗完脸，你不需要用什么化妆水、精华液等等，就是一瓶就搞定。所以你们都不要说你们没有时间，我不相信你们没有八秒的时间。我们刚刚就光讲那个80秒，我们刚刚其实聊已经聊很久了，对不对？所以那什么叫做八秒拉提？雨洁今天对每次看你在。对不对？做起保养的时候，这么样开开心心哦，舒舒服服，真正做起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我能够帮你怎么笑的？好啊，你可以帮我拿。麦克风可以。可以，麦克风可以，麦克风我帮你麦克。好，放我手上。好，放我手上。好，来来来。就是呢，我放在手上，然后用手的温度稍微就是乳化一下，然后我就擦上脸上。然后八秒为什么？其实我是从脸往上，这边直接从中间到往外，然后脖子肌的往上。感觉好像有按摩到淋巴之类的，对不对？按摩到淋巴，而且就是吸收，因为这个吸收的非常的快，所以就刚好你大概按摩一下，它就已经吸收到你的肌肤。男生女生注意听哦，这个脸部额头往上拉，对，脖子呢也是往上推，但是旁边把推下去。还有我还说过什么细微的地方，可以，因为它有含的 Nanoskin， 然后刚刚讲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老成分，在日本研究是真的是可以减少细纹。有细纹的地方，法令纹啊，还有跟眼周，就记得稍微按摩，就往上稍微轻轻的按摩这样子。其实今天我们。不只是代言人来，然后包括了我们代表啊，总部的代表亲自到来，也是准备了。但是其实也有试用给跟我们媒体朋友们一起分享啊，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只要给我们8秒钟，明天早上也给我们8秒钟，但是每天呢早晚各一次，就同样的可以让你跟我们的代言人一样，到那你唱掉了。就是要听现场版的，好厉害！对，也希望大家未来呢，也可以跟着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活动，先来了解到我们欧姐我们的厉害的地方哈。然后呢，日后先看着我们可爱的 Hello Kitty， 日后呢，也透过我们系列产品，请大家多多的支持与爱护。在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雨洁，其实我知道好像也有我们粉丝朋友们，是不是？我们有粉丝朋友们一起要来合照，我们是不是先让粉丝先跟我们的雨洁，我们的代言人一起合照？请问工作人员有准备好我们粉丝在哪吗？不好意思，各位媒体朋友们，玉山，好，玉山有在现场吗？玉山有在吗？好，哎，我们都先这个消毒一下手，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OK 了吗？好。不好意思，工作人员帮我们拍一下，请让那边让我们的这个粉丝能够先离开我们的会场，感谢。来下一位玉山，稍等的，很开心的嘞，哇塞，这么开心，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手拿板。好，下一位是燕博，请问燕博有在现场吗？燕博你好，好看一下我们右边、中间跟左边，感谢，稍等哦。对，你看我们代言人真的是，来来来，我们请上面，谢谢。好，
好，对，我们从这边旁边呢，左手边来帮我们拿一下手拿板，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叶博之后，下一位是易瑞，黄易瑞，易瑞有在现场吗？麻烦一下易瑞。好，请问我们是要唱九个人吗 ？OK 吗？来，下一位，谢谢。好，最后一位哦，最后一位，易瑞之后最后一位是于晨，是不是？郑于晨啊？吴建伟，抱歉，建伟，麻烦建伟稍等一下哦。好，来看正前方，哦，拍好了吗 ？OK， 好，谢谢代言人，好，非常非常的尽职。来，我们这边请，麻烦不好意思啊，谢谢。来，是建伟吗？建伟，请拿一下我们的手拿板。好，谢谢。来，我们合照一张，请看中间、左边。好，还有右手边 ，OK 吗？好，谢谢，谢谢建伟。来，我们的小礼物伴手礼，请在我们的左手边。OK， 来，我们的李杰，我拿一下。可爱的手拿，哎，你讲的完全正确，对不对？看到这就觉得好像心情很好，然后就觉得每天都做成怎么这么可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爱的 Hello Kitty 这一次呢，则是出现在我们一起大家最爱的铃声当中。所以我知道，在我们今天活动的尾声，听说要跟我们的七天先生，我们二位要一起。准备小礼物是不是？我们伴手礼想要送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工作人员会跟着一起吗？对不对？好，那我先帮，来，我们先把我们的手拿板摆在旁边，麻烦我们的齐天先生，在那上吗？麻烦我们这边请跟着我们的，先让我们以及二位一起先看看正前方，是不是我们这个两个人的合照的时间，也麻烦媒体朋友们能够为我们捕捉一下。好，请看右边，明天的后来干什么？看看我们的右手边，可以拿一下我们的，好不好？来，可以帮我们齐天先生也准备一块，你随便拿一块可以吗？有没有？手边有吗？好，有吗？啊，手拿板是不是？好，那我们这样，来，塞到对，塞到上，要有这种反差萌，哎，就是要这样子，摸一，很可爱。三张三，美女姐，我们看左手边，三六五来吗？看看左手边，还有哪里需要补画面的吗？正前方，不好意思，雨杰，三张三，帮那个朋友补一下，正前方，还有哪里需要补画面？右手边哈，好，三张三，又看看右边，美女的我们来吗？看看我们的右边，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请我们位置的拍照的部分都 OK 的话，先让我们的。代言人以及我们的董事能够一起来，我先拿一下我们的产品，蔡大桑跟我们雨杰，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工作人员要不要带着我们二位，我们一起来进行，从我们的左手边好不好？好，来，我们这边也请工作人员稍微跟一下，谢谢。好，对，我们跟着一下哦，蔡大桑跟雨杰，可以要不要送小礼物？未来我可以不断出现在各位的早上、晚上的保养的影片当中。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也麻烦各位能够好好为我们宣传一下，过去已经缔造了1300万品公司在台湾的销售佳绩，未来继续给它推下去哈，3100万品都要把它推到。那待会晚一些先在我们的这个舞台区会进行跟李杰一起的媒体联访时间，也麻烦有访问需求的各位媒体好朋友们，能够稍微为我们准备一下下，待会儿会在我们的舞台区跟我们以及我们的代言人一起的。Hello， 可以吗？稍微等一下。暂定位，谢谢。暂定位。没有，我坐那一边。不是。哦，好。小心啊。我打吧，没关系。好。谢谢。可以哦，这样子 OK 吗？谢谢。好。那看好了，你之外在影。我觉得还是要喝多喝水，然后我尽量现在吃的是比较干净的食物这样子，但是所以我觉得保养就是擦也是很重要，但是呢相对之下我还是一定要用对的，就是保养品会让你省时间也省钱，所以我之前就花很多冤枉钱，也浪费很多时间在我觉得可能不适合自己也是特别比较没有效果，所以今天很推荐大家，而且你看我后面有 Hello Kitty， 就是难得跟 Hello Kitty 联名，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有喜欢 Hello Kitty 的，或者你想要收藏 Oh Dear 的这种女生，可以欢迎你们来。还有我们，那今年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品牌？好啊，因为现在我在拍一个女儿大家的 live。
起聊天。